划，这就计划。现在九月份呢是全国的交通大执法，也就是说，除了红灯、红灯右转、红灯左转、红灯乱转，你都是会被开罚款。大家呢注意这个交通安全，然后呢也要注意交通大执法。公民列表也就是台湾的。再过来。那最后呢，刚才安排的首歌曲是林宥嘉的好歌。如果我变成一首歌，希望星期一呢，上班还是可以保持好精神、好心情，而且继续让我们的好朋友们陪伴你。那我是 Dora， 明天早上九点空中见喽，拜拜。我要坐那机的哪里啊？对呀，是。Thank you.